Hungry Wally？ 可是有辣。好啊，我可以起来吃去。啾啾点点，你慢节奏。我慢慢，有孩子，哇，这个是豆腐。你要吃一个鸡蛋做的豆腐吗？这个是妈妈做的，这个妈妈做的鸡蛋豆腐。你吃一口，你就会爱上它哦。以后你就妈妈来一个豆腐。我长大才让吃的。好长哦。哎呦，很多刺。这种如果用煎的，应该也是散落到其他小吃。妈妈打了。我再看依依吃东西，很像很好吃的感觉。那饭可以吃了。依依也要跟饭一起吃。我最爱吃鱼。你爱吃鱼吗？那跟饭一起吃更好吃，对不对？那我要吃香肠。那鱼跟香肠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还是香肠冠军呢？香肠晃晃。香肠晃晃呢？真是很好吃啊 See you later.